欢迎收看波啰嗦看豆仔，记得订阅哦。今天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度，我第一次来这边，这边是巴厘岛，这边是一个能量场的中心点。你怎么知道？流氓跟我说的，所以他才会在这边举办他的婚礼。所以我们主要是来参加流氓的婚礼。我觉得这刚好也是我们两个先来一个实习，因为我们也想要办国外的婚礼吧，婚宴。哦，对，基本上可能要做的事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对，我刚刚听到那个流氓说他带10个行李箱，哎，对，我一想到10个行李箱，我就不想办，就头很大。对啊，你光一个行李箱，你就要整理到天亮了。10个你要整理多久啊？一周吧。我觉得还是就简单就好了。说还是不要办日。一切从简啊，我们本来梦想着我们的婚礼可以办在国外。对，流氓的婚礼给了我很深刻的反省。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未来。其实在台湾也可以，是不是？对。我们那个婚礼的海外这种啊，嗯，我觉得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第一是花费嘛，第二是邀请人，第三是还要练舞。我觉得如果我是新娘，然后 hold 这些事情的话，好像蛮爽的。本来办婚礼就不是来度假的啊，除非我们拉很长，比如说我们拉个什么7天9天啊，前3天一定忙到爆炸。我们可以就婚礼一天，然后晚上再 after party。现在要开始办婚礼跟不办婚礼的变打了吗？夫妻两边都会办婚礼。对于女生来讲，就是仪式感，告诉大家我结婚了，然后我想要把这个幸福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是会被那个氛围所吸引的。我现在这样觉得很幸福啊。那你讲你不要的原因啊，我刚刚是我先讲，就是你会整天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很像在办一个活动，然后玩完以后就结束了。婚礼不就是这样吗？你看你要 hold 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控制欲那么强的人，我觉得你当天心情可能不会太好。那我们就人情多一点，而且搞不好很多人都愿意帮我，然后而且我婚礼上的表演我根本甚至压根不用跳，宾生要唱歌嘛，木星也要唱歌嘛，然后再看谁要致辞嘛，太多人想要来了啦，我们婚礼真的世纪婚礼。光有想的就觉得很爽。办婚礼真的是女生们的清单之一，要办就是要办自己心里所想的，不然会后悔一辈子，不然就会是离婚。跳舞跳舞，请帮我们跳一下。然后我们就叫大家蹲下。怎么样，老婆？我看你记得很透彻啊。很透彻啊。你刚刚整个控制欲上来，有吗？有啊。大家需要我啊。除了参加婚礼很开心之外，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跳舞，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婚礼，因为今天晚上是这个 welcome dinner， 就是一个吃晚餐，然后但是我们也是会穿得很辣。哦、oh。我们刚刚在陪新娘拍一个她心目中的 reels， 那你觉得我今天辣吗？辣，你今天来一个辣台妹，来辣台妹，辣台妹，好，对。我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人哎，是蔡哥啊，是蔡哥，耶，哎，是蔡哥哎，怎样？蔡哥今天穿的人模人样，哎，我今天跟蔡哥也蛮搭的吧，可以搭。哦，我又看到一个名人了，我今天跟他也蛮搭的，太搭吧？有哇，那有真的那个内内很大吗？你刚好拍到吗？有，原本在画面正中央，对，然后被流氓瞧的往左边一点，因为他那个太强。有。阿弟刚刚直接转掉我的话题，因为阿弟还是有一个他的形象在，没错啦，绝对不会说阿弟喜欢大捏捏的。我跟你说，我很难得被阿弟称赞，今天是因为我、欸、怎麼講阿弟都不会称赞别人。没有，不是我，你之前穿别的样子，我也有称赞你，表现力很好啊，很有活力啊。那今天表现力怎么样？今天表现力在别人，今天是有点弹出来。道地的料理，这应该是鸡肉串，味道有点像虾卷。我刚刚看到阿弟在看那个英文菜单，叫他帮我翻译一下，他就说哦，就这样，因为我想说留一点未吃别。
我想说那他过就算了，你还要开机问我，好丢脸哦。我老婆真的很可爱。哎、欸，今天真的好辣，我觉得很荣幸。东仔深受我婆婆的喜爱。我的婆婆真的是，你知道，就是喜上眉梢。哎，我今天其实准备两套，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很认真打扮的话，我就穿这一套。如果而且我看你的鞋，对，超正点的。爸爸，我的那个伴郎伴娘他们要致辞了。哦、oh, ，OK OK。忙啊，跟他的名字一样忙。对，他是流氓。忙。现在呢，就邀请我们今天的新人来我们支持吧。We prepared some local foods and drinks and a rap game later on. So please enjoy, have fun, and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with us tonight. Thank you.我们此时正在跟这个新郎的大嫂跟姐姐喝酒，而且他们已经开第二支 whisky 了。我好有啦！现在我们邀请妈妈牵着流氓，慢慢慢慢走到新郎的面前。Daddy has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his whole life. 一个人应该遇到自己相爱的另外一半，相知的另外一半，让他笑的另外一半，是非常幸运的事情。So as long as I live, I love you. We'll have an home.牵着流氓的手，把流氓的手交给 Jackie。 让我们掌声欢迎新人入场。Hi, too. 是那个是 get my dog。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跟新人跟这位一样太弱。好好喝哦。嗯，有一点像 Mojito， 但没有酒精味。哦，对。对，那这个是画我们自己的自画像。画像。对，我要找一个我的四方脸。拍照拍照，这里可以拍照。我们刚刚拍完的照片可以在这边直接洗出来。哇，老公你看，哇这出场我喜欢，记录下来。 3, 2, 1 Cheers。我的人生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我的婚礼上面就是大热舞这样。然后呢，龙仔就说好，我帮你找其他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流氓的劲舞团。看龙仔有独家专访流氓，还是有一些小疑问想问你。嗯嗯嗯，是。你为自己这场婚礼打几分？哇，这种问题哦，15，高哎、欸，高啊！我很早就决定好这场婚礼就是120分的准备这样子。你到那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这个东西可以做不了，真的了不起了。可是这样扣一扣的话，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婚礼当天就是会有超级超级多意外的。嗯，取舍掉过后都不会。
去掩盖掉那一天其实发生过更美好的事，更美好的一些。身为宾客，我们的感受上是从头被照顾到尾，真的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没有冷场，没有要让大家喘息的机会。就觉得董仔真的太辛苦，你知道吗？就是他从那个我们的那个劲舞团的团长开始，对，我是团长，我已经把你自动成为团长，我自动成为团长。然后还有那个就安排我们就是婚礼之后的行程，一定要就是回报董仔。因为董仔就是这种个性，他比较喜欢照顾人。当他把你变成自己人的时候，就不准欺负我的人。所以你们也不用觉得有亏欠，因为对如果你不让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会生气。那他一生气，又会找我麻烦。你们这样从多久之前开始规划？我从3岁就很期待这件事，3岁就想结婚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婚礼里面那些小小的细节，其实在我当 YouTuber 之前已经填好，就是我以后我在结婚那天我要做这件事情。比方说月薪交期多久以前骗，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我跳飞机，现场有灯笼啊那些的，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魔法奇缘嘛。如果有一天我结婚的话，我先涂上这样。它都是慢慢就是一点点放到你的结婚记事本，是不是？对，结婚小本本，小本本很长一点吧。对，你准备30年吧，因为你33岁嘛，3岁就想结婚，他准备30年。他3岁的时候就注定是你的了。对啊，真幸福。你们没有看到他脸，他脸是这样，我演一次给你们看，真幸福。他觉得很甜，怕我演后面他女儿脸，真幸福。好，真幸福。但是不同的表情到底是哪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你好好认真开始的话，是从9个月开始。因为这个我之后也会就是出自己的影片，可是可以大概简单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称为4大金刚，第一个就是场地，第二个就是主持人，主持人他会整个决定你结婚的氛围怎么样。然后第三个要赶快就是再立刻敲婚故。然后第四金刚化妆师。哦，很重要。这些事情都你一个人弄？你觉得他会帮我哪一关？你不要这样讲，应该是他也不可能帮你啊，因为都在你脑海里。没错。好啦，他帮到我的地方就是最写实的地方，他买单。我不想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太被溺爱的人，我喜欢的衣服都是我自己买单。回到送宾客东西，因为我刚刚有些东西我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要送这个。来来来，好比说蜂蜜的部分是有什么甜甜蜜蜜的概念吗？你是蜂蜜，我跟你讲，接受什么？拿来，我自己开箱。吴奇隆跟那个太太结婚的时候，对，他们的伴手礼就是这家嫁到巴厘岛的日本太太，她创的品牌，然后她的那个东西都是蛮有机，对，然后这个是芒果泥，芒泥。对，对不起，应该纯粹是我们看不懂上面英文。跟写边狗嘞，然后每一个真的。这个水晶我们刚吃了，它是脆脆的糖衣，然后里面是 QQ 的果冻。其实我自己没有吃。那你吃那个正方形的，而且厉害的是，因为它是这个我看它好像是。好，来介绍一下这个。这个一样，一个日本人，他在那个巴厘岛创的。巴厘岛是世界12大能量中心，对，想到能量就会想到水晶。所以呢，就是你看，就喜糖这个是蛮过火的。然后相机，因为我刚刚已经拍了，那我们3个再拍一张。好。绝对就是要大家留下回忆，没错吧？没错，那个纸盒你丢了是不是？纸盒在那儿。哦，来，上面就是有那个 Every click tells a story， 就是说你每按一下就其实就是说明了一个故事。然后再来最后这个，这超可爱。对啊，怎么会送这个？对啊，项链、是紫水晶吗？这个品牌的那个老板就是一直都很喜欢我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他讨论想要的那个造型。我的频道就很常讲，就是那个订阅流氓万丈光，所以它是一个星星。哦，原来如此。然后这是随机的，其实当天婚礼有3个不一样颜色的，一个是紫水晶，一个然后是茶晶，然后一个是月光石。哦，月光石哦，爱情就是帮助，希望是那个单身的。而且月光石是看得会开心的。对，我跟你讲，外面这个插画，它的那个作者，他也有来到我的婚礼的现场。哦，真的吗？很可爱，他帮我的频道画过好多次那个插画，什么心理测验啊，还是干嘛？就讲求婚故事的时候干嘛？可以问一下什么时候正式复出吗？在你的影片底下，大家也都是说要回来了吗？要来发光了吗？对，大家其实都在等你发光。我们讲婚礼前，就是想说就是上个片这样，他在来不及，时间管控的。
婚礼真的太多试用嘛。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观众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是在你的名单里面。我第一次参加运动会的时候，这样我谁都不认识，讲真的。喊卡的时候你就自己在放空啊，你在干嘛？突然看到有人在冰上拍。董仔，我就跟他点点头，他就一直看我，我头发很乱的，我帮你绑，重新绑好不好？那时候觉得就是心头暖暖的这样。所以我就是有出过一只手给温暖的意思。有一次是那个我去唐启阳老师那个网络节目，因为在我们公司录，我就发了线动，董仔马上跟我说：“你还在吗？我过去找你一下。”董仔就拿了一袋就是寻人的一些那种公关品啊，我们要给的那些东西。你跟我讲令你加油，令你加油哎、欸，就是一些那前辈会讲的话，白冰冰会讲，冰冰姐会讲的话。哦，我还要很喜欢人家一点，就是那种把需求还有丑话都说在前头的人。董仔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哎，我那天会拍影片哦，狗可以拍影片吗？他就他有闲问，这礼貌吧？你说谁没礼貌？你说，哎，我跟你讲，人在做天在看，你做这些事情大都看不见。我以你为荣，谢谢流氓邀请我们来到这里玩。之后他们的消息呢，就直接到他的 IG 或者是他的 YouTube。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更深入的婚礼环节的分享、yeah.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你想清楚啦，这不是我们一起想的吗？难道你从头到尾都不愿意啊？我觉得还是就简单就好了，说还是不要办理。老婆，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要想一下啦。还在想啊。